新农人，这新一代，新一代农人，然后上个月说，其实未来大概十到十年时间呢，咱们的农村土地上的人，其中有年轻人有学识、有想法的，机会是非常非常多的。但是对于年轻一代的人，要对自己要求很高，不是说你们的孩子力，不是说你们的孩子力，你们的孩子力，让整个未来的汉人民族。回家乡看我们家乡的美景，是我们陕北家乡的美食的。